IECIE 展会的现场，然后一进门就能看到这么大一个牌子，这边是每一个展商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很多国内外的出名的厂商这一次都有参加。然后特别留意一下梁志尚的展位，在 B1A08 在现场的朋友可以过来这边，我们聊聊天，然后沟通一下。展馆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跟着这边一起过去。